好，我是佛山市联力租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谢莹莹。今天吊装的工程是云浮市新兴县新山镇台川桥改建工程，每个桥梁重量为80吨左右，我们用两台随工220吨船地面起重机进行吊装，起上工程期为3天，对吊车的精准性和效率要求很高，随工品牌完全可以满足使用。我们公司所使用的吊车都是随工牌，全力大吉大利，随工随工，祝我们成功。